钱付完了，现在是去过户吗？嗯。付完款去过户，过完户以后就彻底完事了。拿着车手续去过户。啊？跑两天再加。啊，我放后斗了，机油。有手续。银行都不要。那个之前银行应该要了，银行还不要。去过户。给他一千。这就是加德满都嘛，加都也堵，只要天一亮就开始堵车。那你能说你哪来啊？不好意思，赶紧把这个尼泊尔，就是尼泊尔车管所。来这边过户，怎么四川也有啊？我封装的时候没。疼吗？有点。好多车。哦。哎，这啥东西？车啥了？这是黄油。黄油。哎，多少钱？你让他掏了，多少钱？是。哎，我那是我那个。库马斯，掏这耳朵多少钱？啊？掏耳朵多少钱？哎呀，这是我耳朵里的吗？自己塞进去的。开玩笑的吗？我也是，这黄油了都。嗯。啊，二的。来，你开个。我这个，这那个。办手续，我们帮不上忙。不让咱俩进去啊，咱俩是外国人。外国人呢？你进去以后，人家怕你拍视频。国家机密是吧？车管所还不让拍。不要给透露了。嗯，好，这晒太阳刷串。那个老板不是说了吗？你们不能进去拍视频，拍视频不好。嗯，太破了，这车管所。终于搞定了，这现在我连车牌子是啥都不知道。哎，回泰米尔吃饭。不习惯啊。哎，你想你这样。我去年开的是，你上来。这路况，哎，这骑摩托的，真不容易。这小胡同开的这样，啊，对，放上了。终于把车开回来了，也太晚了，不去集合那个，简单的吃，也不简单啊，这样才。回去我俩睡一觉，晚上吃完饭返回波卡拉，买点东西带回去。这是买的海带、紫菜。嗯，不客气。再买点别的去。这一个中国人开的大超市，才备齐点物资，拿了。榨菜拿了那么多，拿了四包辣椒面。嗯，买一堆东西，再来两只鸭子。啥东西？啥呀？嗯，牛鞭。嗯。这是啥？大布，一锅牛鞭。来，开始。这块哑巴可以了吧？吃够了吧？快点。妈妈，怎么够了？太夸张，你不是爱吃吗？都吃了。这些可以。那里面够热闹。这是几个熬的牛鞭大骨汤。啊，我是用不到，别打红光鸡嘛。啊，那鸡呢？鸡，这不是鸡吗？有鸡？有的呀。毛肚应该好了。嗯。哦，这不是鸡肉吗？这毛肚自由啊，成这一大盆子。哎，这毛肚是比冻的好啊。啊，新鲜的好啊。嗯，脆啊，弄完了。
哎，买两瓶果汁，晚上吃饭喝。我是不喝白酒，我晚上得开车。老高晚上还要喝一点，我来吧。还有毛的按摩也可以吗？昨天喝酒。昨天我朋友圈，我喝汤。我爸都跟你说了，高哥你咋这么会？别那么多，哦，这么多。那么大冰箱爱吃，给我带了这么多馒头，回去冻冰箱里面吃。多好，晚上饿了还可以吃一点。然后那时候你们下次过来了，我给你拿啊，行。今天不是明只有这么多吗？明天我收，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明天他配个那个，配个鸭子。我知道，你给我拿一小条条就行了，不要多了。我再上三次，尝一下，让试一下，从三十六拿着东西，买的大包小包。下次过来给你拿挂车东西一会儿。酒足饭饱，我没喝，我开车。好沉啊！刚才送回一批去了，来一次，把这个调料乱七八糟的备的全点，要是过年前还来的话再弄点，过年前没来的话这点调料也够过年了。连夜出发，9点多，12点整，找个地儿喝杯咖啡。老高去厕所了。这个也挺热闹的，客运车水马龙。两杯咖啡。还有40公里吧，差不多。终于到了，不容易。现在是4点半，6个半小时，终于回来了。收拾收拾，睡觉，睡3-4个小时，还要上山。去接烧鸡。